等等，我想要再看到你。奇怪了，店员，店员，你今麦刚才的配张正浩到场？不是啦，你先把我放开啦，就听的啦。对啦 ，David， 你敢袂记得啊？店员哦，伊伫咧替郑婷做代志，无可能甲张正浩斗相共啦，你紧甲放开啦。过来，哪里？你现在伫只鬼鬼祟祟？我就是来直播诶，现在拄着张正浩灭鬼晚会，伊去搞个摄影师掠伊，叫我跟做事。你别离个，跟阮去钓狐狸山。张正浩，你们一筹再筹，你敢说我是马鬼？现在人是在我的手头，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讲一些条件？别跟他讲条件，甜蜜啦！你别伤害。好啊，你把钱交出来，我就不伤害你。张正浩，落山的路，因为环境好保护，你别给我抵抗。你敢放开？没有意思。哎，是我该神啊你！你哪敢伤害？你万莫想害我。好啊，那呢我从抓路的路人，搁有周家大小姐咧，跟我做做伴，我嘛袂孤单啊，你讲对吧？身材阁袂歹，做啥物警察？你规矩做 model 就好啊！你戆脚戆手，是来保护老百姓？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想要张队员，你想要走倒？恁两个互相斗三工。身手拔掉的，你莫听伊的。你真正是讲袂听啊！我是甲你苦劝啊！我穿来开落，甚至对你的头壳穿过，这是救拢救袂活的哦。无你做啥咧？破八点档啦！紧的啊！真好，来，今晚你甲泡温。为啥物要甲我泡温倒啊？较紧个啊，若无我先甲衫，我就随开穿啊。小姐姐，我教你参详一个代志，敢袂使卖泡外面，我靠脸吃饭。张正浩，你若随我脸吃，随我就好。跟上去放走。真美呆，好啊，你过来。
最好莫伫我面头前遐变鬼变怪，要不明仔就是恁爸甲你排到替你收尸的日子。我才要警告你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你若是抓准讲我会惊，哪一都唔对啊！等我若出去，你就知死啊！你电话拍到足歹看，说我口渴，目色较好的，赶紧放开。好啊，那不即马咱来比看卖啊，到底是你的动作较紧，还是我的枪支紧？阿拉，这么惊，你真正是讲袂听咧哈！我看咱唔好甲你解释一下，你是学袂乖啊！是我对阿开枪，就做你开啊！上好是甲我拍好死，哪里看你要怎威胁我？你讲你无唔对，我若是甲你个拍卡受伤，我都惊了，对我来讲嘛是一个麻烦的哦。那我咧好啊，手伸出来，看是要倒手啊，只要手你特别选。到底是要安怎？我想要让你领一下残障手册，安尼以后你停车停四点钟，加点免钱，你看我对你好无？这主意袂歹吧？紧的啦！那不较等咧。我就对你的头壳开枪，对我来讲嘛较心酸哦。是红白条的，啊！伊额头顶流血，手腕嘛拢是血，伊为着要给苏丹用刀受伤啊！你小丑，你要放回，那先呢？是不是讲会到，做会到？David，你袂安心，我的飞机还袂解除，你快继续保护我 ，David。宗奇，你真正是唔知死活了，我看我归去就直接甲你关到底好了。叫你残忍，歹势，我唔知虾米叫做残忍，我敢知影我即摆若家己解决掉，我以后是加麻烦的。即摆就要替爹咪报仇。Surprise！ 我是警戒明日之星。兄弟还更惨，那我可能没有比。妹子，你奶！我有浩然真气，这块过街老鼠，那我可能想得挂。你要做对的会，无抓你，阮才后悔。草草，
就行。这么慎重哦，我早会给我看。你醒啊，就好。我早就醒啊，而且真紧就当出院啊。啊，不过我袂变头，看伊穿只安尼，写入要你的心中，是安怎你才紧就当出院啊？因为我是 X-Man。啊？有特异功能。特异功能？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迄枪支家己还洗弯，还是讲你心中洗做歪的？你这歪，你全家拢歪。我是有先见之明，穿防弹衣。虽然张正浩对我亏欠，我真平安无代志，干那先靠骨折尔。另外，我俩准讲哦，你手就当伤，原来干那是小块伤。哎，什么小块伤？我是拼性命在保护你。我知影，虽然讲干那是小块伤，但不过我也是感觉足危险的。以后唔准阁为着我叫你冒险。以后，若是阁拄到同款的状况，我嘛是做同款的选择。因为保护国民本来就是警察义务。我知影，我英勇又帅气，不过，嘛对我受过崇拜。总算能够跟你把做伙啊！鬼月案件结束啊，我明二十四点钟跟你念条条啊。卖想过想我，妈妈爱着我。吼、哦，这袂嘞！我已经等袂赴，要跟你分道扬镳，除非我鬼做孽。啊，若无，我绝对无可能爱着你这只自恋鬼。你这么生气是要创啥？敢讲你爱我继续二十四点钟跟你保护？水面你。我疼疼疼，惊死吼！哎，这查某人真奇怪，讲避免就避免。咦，这块你潇洒无？还是离路远愈好啊？超警察！自恋狂抓明星，想妹子在西点间跟你念做伙。我的心中哪会跳到这么紧啊？是安怎？我感觉有淡薄仔无爽快。案件都已经结束啊，卖见面不是较好？啊，哪这么奇怪？永琪，啊，你奈无你去看地皮啊？这款感觉，你跟他似曾相识。永琪，永琪，啊，你是安怎啊？哦，我无代志啊。我拄才看完 David 出来，准备要离开啊。那安尼，我先入去，还佫有代志要甲伊报告。